我们已经出色了，我不会忘下你的视线哦。让远方看台区我们观众摄影，谢谢。左边包厢摇滚区的两个女孩们，右手边包厢区的两个女孩们，再看看你正中间拍摄红石伊斯廷奢华香水系列全新升级。白色情人节，上世纪也会会有你，哎呀，圆满成功，谢谢，谢谢，谢谢啊，谢谢。那我拿不了，太多了，抱歉抱歉，你可以吗？好，好好好，好，可以哦。姐姐帮我试个声音一下，试一个声音 ，Hello。所以 AR 现在每天要花多少时间保养自己的头发？哇，老实说，我是两天洗一次头啦，因为现在头发很长。我每次洗完头齁，而且你知道女生洗热水澡都真的很热的那种，所以我洗完澡就会一身汗，然后吹完头发又一身汗。那对我而言，如果洗澡要洗头的话，我就得要花很多时间。但有时候我就是现在年纪大，都很喜欢早睡，所以不喜欢洗澡花太久时间。所以就两天洗一次，但是我洗头真的很讲究。我第一遍是洗干净，因为我们常常在做造型，头发上面会有很多造型品，洗干净还要洗掉我头皮上面的油脂，所以我很认真的按摩。所以一开始我第一遍洗发精，我会选那种比较清爽的清洗头皮的。洗干净以后呢，第二遍我就会用这个伊斯廷的就是香气的洗发精，还有滋润发丝，因为它有17种氨基酸跟5种植萃精油。然后那个时候呢，我真的就会很认真的按摩我的发丝，我是真的这样洗。然后洗完以后再来第三遍，就是要润发护发。所以你说我上次哪有时间睡觉啦，对不对？所以洗澡都自己洗，我都自己洗啊。老公会帮你，我跟你讲，年轻的时候哈，谈恋爱的时候还会互相帮忙一下，现在没有这种事情了。他如果进来哈，只是想要插队。他如果进来淋浴间，比如说我洗澡洗到一半，他就会进来。我想说你干嘛？他插队，他想说他洗比较快，他随便就个很快就好了这样。但我洗澡就会很花时间这样。然后呢，我洗完头，我就跟你讲哦，我毛巾还分两条，一个擦身体的哦，一个擦头发的哦。擦完以后呢，哎呦，擦干，我先从头皮擦干哦，然后再用力的把我的发丝擦干，这样你就不会花那么多时间吹头发，对不对？先基本的干掉嘛。哎，我吹头发的时候先吹什么，你知道吗？头皮哦，我先吹头皮哦，因为我很怕冷到哦。我风池穴会先一直吹，一直吹哦。太细节了。因为你洗完头发，你整个洗完澡，你整个人，我是真，因为你们问，我就要老实回答嘛。那老公会帮你吹头发吗？不会，从来感情不太好。对啊。不会啊，老公会说你不会，因为这样就不好，好不好？你们干嘛？从来没有帮你吹过。我会帮他吹的，我会帮他吹头发、欸。我有时候帮他吹头发，但他没有帮你吹头发。他如果我喊一声，他会、哦。其实他是这种人，他如果你没有跟他讲的话，他不会主动干嘛。但是你跟他讲一声，哎、欸，他马上就会做的那种，比较被动型。像有时候我很懒，比如说老公，你可不可以帮我去楼上帮我拿什么？他就会马上跳起来去干嘛？他就是不会说啊，你自己不会去哦那种。那我老公也很好笑，他有时候会叫静宝说：“静宝，你去帮爸爸拿一下我的那个老花眼镜。”这样，然后呢，静宝就会回他说：“你自己东西为什么自己不拿、啊嗯？你是在把我当佣人使唤吗？”哦、好，我就觉得静宝很好笑，但静宝不是我对他，我就会说：“静宝，妈妈现在在干嘛？干嘛？干嘛？你可以拜托你帮我干嘛吗？”他就一定会帮我干嘛。对，但他有时候也会，比如说如果我没有那个需求，他看我觉得明明就是我可以自己去做的，我拜托他，哎，他就不会帮我拿。哦，所以你要假装示弱一下。而且他真的很看得懂，比如说我身体不舒服，比如月经来第二天，然后头很痛那种，然后呢，我站在门口，我可能只是要等快递拿东西来，他就说妈妈，你心情不好，然后他就很紧张，因为他觉得妈妈心情不好很恐怖。
对，然后我就跟他说没有啦，妈妈头痛啦。然后但是他比如说我头痛很不舒服，他就说妈妈你不用顾我，你不用，我自己来就好了，你不用管我，你去休息，你赶快休息。然后他会倒水给我喝，他就是对，所以如果我身体不舒服干嘛，他就是那个暖男。但是我好好，他也一样，跟他爸一样不太管我。他们俩都母羊座的，真是。所以像我过年过节，比如情人节今天，老公会有什么？有，我老公想到了一个礼物哎。他就说刚刚他那个总监送给我的花，他就借花献佛送给我啊。这样子也 OK。这样 OK 哦。这么省的男人。对啊。其实 OK 啦，白色情人节这种东西不是我这个人该过的。你们仔细想一想，白色情人节是 for what？ 它是因为二月十四你收到了黑色巧克力，如果你愿意回应给他，我给你一个月的时间想一想，你 OK， 我再回你一个白色巧克力，表示我答应你。你们不知道白色情人节是这样的吗？所以你二月十四，所以我不需要你、啊、有我收到的东西可不一样。那、你没有回一下，三月十四要回一下，我不用回他啊。二月十四我就已经回给他啦。回什么？不要问，这太细节了 ，detail。这个我会拍谁？反正呢，二月十四，而且那时候正在过年呢。哦。对呀、我们就一家人就聚在一块嘛。但有避开进宝不清醒的时候。哦。就是愉快一下就。哎，你们不要再问这种问题了啦！你们真的很。你自己讲说，你们真的很关心我这方面的事情哎、欸，当然要啊，问点别的嘛。好，那因为行前就是上个记者会说、那个老公越来越爱静宝，好像对你的爱有一点越来越，他对我是对我爱不完， okay. 自己讲的很白痴。好，没有，我跟你讲，我们现在的爱其实已经升华到另外一种境界， 就是真的是平平淡淡，但简简单单，但真的是经历了峰回路转。我反而觉得这种爱是你不用刻意去努力就会有的。以前小时候谈恋爱是你会想尽办法讨对方开心嘛，这很正常啊。可是到了一种阶段，你求啥？没有啊，就觉得 好开心，是不是啊？很开心，开心到给我笑出猪叫声。然后呢，到了一种年纪，其实已经我们已经结婚要十二年了、对吧？我们2012年，对，今年五月份十二年呢，十二年一轮呢，怎么了吗？我还想要接什么哦？但是对啊，你看十二年，如果你还是要那种甜甜蜜蜜，或者是那种，我觉得已经过了，我们已经过了那个阶段了。然后十二年来我们也经历过很多事情啊，所以呢现在这种感情是那种你真的知道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他都会在你身边挺着你的那种，对，很有安全感的那种。但是今天是这个头发香香的嘛，会不会有时候这样子撩一下老公，洗完澡这样子，哦，我跟你讲，撩不到老公、但是撩得到静宝。哦，静宝有时候说妈妈你今天有洗头吗，我说有啊，说我要闻，然后就很认真闻。但是妈妈如果没洗头的时候她也会说我要闻，然后她一闻到我头皮很认真闻的时候，他就说：“哎，他就会这样。”他有这样子，他有呕吐。没有，他就是跟学妈妈比较夸张一点啦、但是有时候就是他很可爱，只要他有我洗头的时候啊，他就会去一直闻，然后就觉得妈妈你好香哦。而且你知道我有时候坐飞机，然后下了飞机，歌迷都会在机场等你嘛，拿信给你，送花给你啊，然后他们靠近你，大概是这种距离的时候，他说姐姐你好香哦。还好都有医师停在照我，要不然我那个头皮味哦。因为你知道我们就是艺人有时候很忙嘛，一熬夜干嘛什么那会起多，对，但还好医师婷都有照顾我。哪边你最香啊？除了头发。你们很关心他哎、你要不要直接去问他？因为毕竟就是想要了解一下，因为毕竟除了头发香之外，哪个部位？我跟你讲，我只要心情好，我整个人都是香的。对，他跟我儿子有点类似啊，他就很怕我心情不好。也会爱我。对，因为你知道爱，我这个人就是这样，就是心情不好的时候蛮恐怖的，在家里啦。是怎么样？脸很臭还是怎么？脸比较臭啊，比较严肃一点这样。今天心情都很好啊，因为专辑非常受欢迎。哦，心情很好啦，非常感谢大家支持，因为就是预购真的比我们预期的还要更好，这样，所以很感谢大家还愿意花金钱，然后花时间来支持我这样子。听歌会不会加长？你说那个音乐会对不对？不会哦，大家一直问我都会说不会哦，体力关系，体力也有关系啦。对，我觉得好像就是体力的关系。连办两天很累，对呀、
好啦，美好的时光这样，美好的时光这样短短的，这样就会特别珍贵。嗯，好。最近浪姐就即将新机要，对对啊，有没有什么 PEPBO 要告诉这些新的姐姐们？我觉得姐姐们就好好的享受吧。然后呢，真的就是打开你的心，就像我打开我的毛鳞片接受伊思婷一样。我跟你讲，每一位姐姐都是一朵芬芳的花，每一朵花都有你可以好好欣赏的角度，所以我觉得每一个姐姐只要打开你的心去感受每一个人就好了。嗯，好吧，谢谢大家，很会带有没有哈？要卷进去哦。好，嗯，好，来平榜，谢谢你们。